小小鱼稍早公开更过来正面胸罩。翻摄自小小鱼 IG， 记者林南谷台北报道。32岁影歌13期女星小小鱼张馨予这两天因为一张赖照成了各界关注焦点，不但死忠粉丝大喷鼻血，外传新婚老公不太开心，一早经传要小小鱼面壁思过，但她毕竟是看过大风大浪的鱼董，哪可能屈就老公威吓。话说小小鱼昨午为了冲刺 IG 的粉丝团人数，无预警公开一张令人血脉奔张赖照，果然引发讨论，证明小小鱼真的很有料，大批粉丝也很挺鱼董，给足了面子，拿柱子拍神戏，小小鱼拍下最美丽倩影。翻摄自小小鱼 IG， 不料昨晚小小鱼又加码一张疑似面壁思过照片，所幸经过调查，是他生日不去院的照片，并非老公不开心，真正事实是老公疼她都来不及，绝不可能欺负小小鱼。稍早，小小鱼在 IG 加码公开从未曝光的另外二张照片，盼让意犹未尽的铁粉们开心一下。不过小小鱼有当书，希望铁粉别再暴动喷鼻血了。这场好凶赖照，短期内应该不会落幕吧。